我是公万年特等了2012年5月24号瑞芳龙门10:12头牌的是有一辆大型渣道车801在瑞芳站运转的，我要来了702车了。19次花莲方那就没用啊，树林普通马车要到，就刚才见到了。终于要吊车了，蓝牙变双色。94是花莲发车，将北回向阳树林普悠玛线号，沿途停靠花莲新城四二星、罗东、宜兰、嘉西、头城。啊，是天号0206、天号0205普悠玛线号，瑞芳、八堵、南港、松山、台北、板桥及树林站。219是普悠玛在瑞芳站停靠。没有车票不能坐，不行。No. Your train not 卡通 ，No。啊，准备关门出门。2020来听2025朋友们这样哈，关闭车门。拜拜，再见了。2020的天要2025普悠玛这样在瑞芳瑞芳站，我19次，欢迎大家将北京啊树林普悠玛这样，然后再见。